天行道，降妖除魔。我真的能为妖魔你亲手杀你？只要有我在，你一定会平安无事。亚洲精选《哪吒降妖记》，每逢星期一至四晚上九点，八度空间仙妖斗法全马首播。你是用武堂，那不对，咱厝里来。阿弥陀佛！你哪里做？会害到你的亲生查某囝幼小。免想要骗我，高分大法绝对袂当停。这个汉查某跟阮查某囝家属个天生的一对。啊！想嫁伊，想拢唔知影，就伫遐乌白开。我有事啊！你即马上好老老实实，把这旧账破解方法讲出来。好健好扛头，细说台湾，每逢星期六即日下午两点，八度空间全马首播。我回来了，太好了，我已经 hold 不住宪哥了。这一次的计划是我们要从这里，然后走回三立电视台，向真理回归。屁啦，从南投要走回三立，走到了会。半条命哎！他现在体力一定比我们好太多了。您到底有没有查一下？走路8小时，对，真的快不行。我老实讲，休息一分钟就好吧，一分钟就好。综艺玩很大，每逢星期五晚上9:30，八度空间玩得起播出。今天晚上最后的三支组合，他们将继续进行音乐切磋。有一组特别的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，我觉得今年就比我们那一届是更有趣，对，多元化。终于等到你们来了。最能盼望的要富士山是有去难去数之在的人世游。我们的歌第二季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，八度空间惊喜碰撞全马首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峰哥 Win 李诗斌。这个星期哦，88历史是特别精彩哦，因为呢，大牌 chat room 我们有香港男团 Pixel， 那亚洲娱乐呢，我们就有呢那些年跟狗仔队起冲突的明星。当然呢，视讯的连线嘉宾呢，还邀请到呢我们马来西亚的创作女歌手优子，所以88历史是你一定要看哦。你正在收看的是全马唯一现场直播的中文娱乐新闻节目88历史。大家好，他是萧正楠，我是黄翠怡。